我错了，王哥。哇，这三两看的。一个三两，一个五两啊！我调都调不动，手都抖。哎呦，吃得完吗？帅哥，这么大一盘。啊？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再加二两啊！再加二两。平时吃多少啊你？平时吃，也吃。四五两，反正。你平时吃四五两有这个这么多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如果现在投降，我拿那我的头像吗？开始是吧？31分啊，现在是9:31，吃到10:01啊。代表哪里出战了？安徽。是吗？啊，有点烫嘴。这两位是安徽的代表选手啊。帅哥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就知道他没有。这样你们是姐弟是吗？嗯，是亲姐弟吗？嗯，为什么他长得比你好看？我不知道，你逗我。帅哥，我都辣着了，咸蛋可以。味道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吧。味道奥利给。这个姐姐有信心吃完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那你们两姐弟都没信心吃完，我还说如果他吃不完，你可以帮他吃，也算挑战成功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。怎么弄的？看着加辣的有食欲。太香了，看你们姐弟两个吃的。太烫了，又烫又辣是吧？嗯。我你看这个辣椒是越吃越辣，这样才有滋味啊！有点像我四川鱼。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美女，我有点不太相信这个帅哥能挑战成功。要几碗了怎么办？啊？要几碗了怎么办？那就干啊！水，我真吃不掉了。给他买点，你去买矿泉水了。去买了，等一下。又说不辣，怎么一直要水啊？一口不辣，越辣一口吃这一筷子，我嘴没有那么大，两口就吃完了。塞我下，我错了，王哥。啊？什么？我错了，错了，嗯、错哪了？我吃不掉了，我真有点吃不掉了。吃完必须得吃完。来，再讲一遍，你们是从安徽过来的，是吧？没有。没有，是哪里人呢？安徽人呀！啊，你听我口音也像安徽的呀。安徽代表选手，趴下了。哦，你拍视频，我说不是安徽，我河南的。我这还47个人了，我吃不了了，不要看了，出去吧。你要不吃，你到旁边，你真烦人。我吃还有时间呢，我慢慢吃，可好吃，好吃，就是太多。你们关搜索，哎，你们搜索胖子螺蛳粉下两单，我可能不用收完了。还是要的。感觉姐姐这里应该是没多少了，我放弃了。你滚到那边去。我不吃了。姐姐就剩点腐竹了，本事差不多了已经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哪还有脸回去啊？这是。我弟弟嘴里塞，姐姐的爱太沉重了。美女确实已经没有了。我最后一口粉，你把这腐竹给吃吧。我洗脸，我都吃不了，我先吃。完了，溜了。最后一口了。最后一口啊，挑战成功了就。嗯，还得是姐姐哦。来，最南方六香，来姐姐。哎呀，恭喜我！我辣的过瘾了。辣的过瘾。嗯，如果我去点小碗，我肯定还是要加的。啊，这里是六香哈、啊，三两加辣呢，就是挑战成功，就是六香螺蛳粉，都是跟姐姐的啊，和弟弟的份。我不要。你要不了。我要这么近。来上等一下，我带你去集美。来，恭喜姐姐挑战成功，三两爆辣啊！恭喜姐姐啊！六香螺蛳粉，谢谢。关你啥事啊？